喂，陈浩姐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？你怎么有我的电话？不要管我是谁，知道你的任务吗？我有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上车之后，有人会跟你对暗号。上车，你要说“锄禾日当午”，汗滴禾下土。不，有人会跟你对“上山打老虎”。什么？上山打老虎？锄禾日当午，上山打老虎。我把花送给他以后，我送你个花吧。你只是不能笑，不代表你不能动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不逗他了。咦，你别笑。哎呀，二货，哎，汉典，你好，这什么情况？自己人。有事连着你啊。锄禾日当午，上山打老虎，终于找到自己人了，是吧？我带，快亮你的痣，什么东西啊？不是痣吗？不是，你们干嘛？我一上车就要脱，干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不，等一下，我真的，等一下，不要扒，从小扒到你，来，不要扒，丫丫，这什么？宏图大志。这样，我连着讲两个，是吧？但是我讲完一个，我需要范老师您帮我配合一下，就领一下笑，特别尴尬的那种，哈哈，领一下笑。我第一个播一个，这个，抬头，就说我讲一笑话，这笑话太好笑了，但是呢，只有神经病能听懂。我讲了啊，一二三四五，讲完了。没讲好，我应该说只有神经病听了以后会笑，然后我说一二三四五讲完了，然后你们哈哈一笑。你应该说一二三，我们说上山打老虎，上山打老虎。哎，笑了。咱得商量怎么治一威虎山，怎么活捉祝汉雕，还是把它直接干了？我们研究研究。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警恶惩奸，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好吗？所谓虎拳，虎虎虎虎虎；龙拳，龙，鹤拳，鹤。我还有最厉害的羽拳。你在我心中是最美，是最美。哎，笑了，耶！中了，太棒了，连笑两次，哇，这里两次，大牌了，太棒了，这个冷面人这个模式，我觉得是很有趣的，充满挑战性，而且我从小就喜欢逗别人笑，我看到别人笑，我就觉得，这是一种很开心的感觉。